现在现在是大三，下午12点。现在几点？2008年12月27号，12:45。我们早上5点从高雄出发，然后到达登山口是9点半，然后上来库阿诺新山是上来库阿诺新山是大概12点半，哎，12点半，安尼3个半小时，哎，3个小时搞完了，那么该紧。如果看到新山，刚开始是大概1000多个阶梯，然后走到山屋大概1个半小时，然后山屋到三角点这边，哦，大概也1个小时就够了。然后一开始是先一个陡降坡，然后会穿过一堆荆棘会刺的，然后再来就是缓坡慢慢上来。其实慢慢走都不错。这个是，这是关山。真的，很好笑。没有，偶像偶像，我很想你找的关山。哦，这香，我头第几只来呀？第一要十点钟那个跑的，没办法。哎，我申请你的高空降落许可证。要呗。我刚讲那杨梅，这是幺个店，这可是这么多大的，哈哈哈哈哈。又造又厂，上上下下，这个是红山。红山。对啊。关东新山的三角点，其实就是啊，第四片嘛。你个第一啊，遐你无看到？哦，我前面加工还是你的水手，冇看到，你哪会冇看到？他没有，一楼架椅啊。放在那个高度的椅子上面。都没有，挺好。嗯，你有热水吗？有啊。嗯，没有东西吗？椅子上面那里有四张那个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啊，我只看到一堆水壶啊。那里有水。什么水果？来。有谁敢讲？那是第几座？走了第十一座。第十一座，然后永仪的第六座。第六座，好累哦。好累哦。本来这一块是你的，对啊，提早把它完成啊。那其实本来我们要走这一趟关山跟库阿诺，但是因为山屋请不到，那只好单攻库阿诺。然后今天晚上要住垭口，哎，然后明天攻塔关跟关山岭山。不要晃动太快哦。哦。第24加10。24加10。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重复爬了十座啊。哦，你重复爬十座了。对啊。好好好。这是三角脸。三角脸。哎，有你有没有拍那个啊？有啊。哦。好啦，那 OK 了。